准备要洗澡嘞。你不知道初一不能洗头、洗澡、洗衣服吗？哈，为什么？今天是初一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知道为什么初一要尽量避免洗澡、洗头、洗衣服吗？因为这样可是会把你一整年的财气跟福气洗掉的。那太棒了，今天就有正当理由可以不用洗澡洗头了耶。而且初一的时候记得避免打扫跟倒垃圾哦。太好了，那我可以完全当一个初一的懒人了。没有错，那我们过年小教室明天见。